OK，现在是4月21号，礼拜六。那昨天是跟这个怪给西的粉丝团，FB 就私讯来买东西。那现在速度很快，速度很快。我昨天下午3点多吧，他把东西寄出去，然后今天竟然九点，现在多少分？9点36分。东西就到了哈，然后现在来拍这个，其实不是开箱文哈，是因为之前网络购物，就是里面东西跟它网站上的有点不符，所以现在一刀未剪，来看一下哈，也是自保啊，自保啊，来看一下，这个是叶达，台北寄下来的，OK。自保啊，好漂啊，好漂！等下这是哪套？哦，这还处理的呢，这是哪处理？这是哪处理？哎，好吧，是要装破坏的啊，全破坏。干嘞呢？帮帮忙！连干嘞，这样呢？下次可以不用这样搞吧？连干嘞呢？帮帮忙！好皮，好皮，先捏起来哦，先捏起来。数据。怪给西，给西，等我一下。剪开来啊 ！OK， 你看里面有什么啊 ？OK， 统一发票 ，OK， 好。摄影周边器材要6000多哦，恭喜我，最近常要花钱哦，吃不消哦。这是要注意的东西，先这么整理哦。这些呢，你哪冲干呢？哦，你看下面呢，别闹了，别闹了。速运哈，速力货运哈，这个速度其实蛮快的，蛮快的。今天下午3、4点，刚才将这个货物赶快给它做足，啊，然后马上把我寄出，今天早上9点多就到了哈。OK， 哎呦喂啊，雅虎啊哈，购物中心，购物中心。OK， 你好。哦，哦吼 ，BOSS 啊，常看到 YouTube BOSS 上面讲 SPG 啊，不是 C， 不是SPGC 的2017跟2018版，是 SPG 防泼水版。OK， 各位来，这个新空兵啊。哎呀，别电了。OK， 好，那另外我要买什么呢？这个遥控的哦，一次买好买满。然后这个是另外加购的，就这两样东西 ，professional 什么 ，photo 什么摩哥的 equipment 一个装置，就是生产的啦。我想手太酸，所以
好，这坑边啊，这大家注意，这不是重点。好，来，再来，鸡爪。好 ，SP 巨重的跟什么地方的？我没猫了。好，靠起来。OK， 这是等下哈，等下，要打架用的，打架用的。OK， 接下来，哇，那应该差不多了啦，因为就是 SPG 防泼水板送的这两个东西。好，是坑边啊，这是坑边啊。后来，再来，好 ，SPG，OK、OK。这张 OK， 这是 boss 说的那个嘛，那个萤幕不会裂掉了嘛 ？OK， 应该 OK 啦。那我就不开了。只是为什么它上面没有贴那个怪给西什么公司货、啊？奇怪、欸，怎么没有贴啊？好吧，那应该是这样了啦，好不好 ？OK， 哦，有啦，怪给西有没有 GGS？ OK， 那先这样了吧。就回去吃早餐了。OK， 谢谢怪给西，好，然后迅速很快，真的很快。我昨天下午3-4点跟FB 私讯粉丝团的那个小姐联系，马上给她地址，好，那她今天就帮我送到了。好 ，OK， 谢谢你们 ，Goodbye。